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你了，都误会了。你去到外面时间久了不回来，你的神经就过敏了。哎呀，是男人的会误会，太麻烦了。没有没有，帮我修好那个碟机了。没修好。哎，叔公去哪里？哎，想洋洋啊？对啊，去哪里啊？哎呀，去那里攀一下桂山呢、啊？这么热天还去攀桂山啊？是啊，不攀桂山那老婆说啊，这可以下午再去啊，现在大中午那么热。是啊，哎，你家不是有空调吗？有啊。哎，我家碟机坏了，要不你进去帮我修一下呗？哎，行啊。我最会修碟机了，你是不是看到动作片了？那碟机坏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我放竹刀在这里先啊，来，帮我进去修一下，我关一下门喽、嗯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哦，好好，我这有点老化了。这个那么几十年前的产品啦、啊，这个试一下啊。是啊。就卡没那么多呢。就是不出画面，又不过电。哎呦，坏了！昨天晚上想看都看不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武打动作片啊？那你老公不在家啊？不在，出去做工了，都没回来。这样啊？啊。哦。你帮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？就是烂了。烂了？是啊，烂了。明天我去我家，我买一台新的给你。这样啊，你无用不买一台新的给我。再送我家有几十碟那个武打动作片的，我给你看。我不喜欢看那个。哎呀，好热啊！你家不是有空调吗？吹一下空调去。哎，空调在房间不方便吧？就是没事的，吹一下空调，能让它那么热。等一下我老公回来了，看到不好。你老公你不是出去做工了吗？做工了要怎么样？哎呀，吹一下，吹一下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我是啊，身正不怕影斜。哎呦，我们家空调十三度是厉害哦。还最大的啦。不舒服啊？对呀，那么大的写出来。是啊。要不换个位置吧？在前面。在上面吧。行吧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哎呀，走吧，不吹了。是啊，再吹，等一下子被人家看见说不好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出去过工了？今天要去做工了不？大热天的，要不再去吹一下来？再吹一下，就吹一次不？哎，来来来，再吹一次。说好了吗？就再吹到一次了吗？对呀，是不是好快？是啊。这就是不容易，热死了，就是那么难咬，晒一晒，晒伤了。是这样子啊？哎，你别勉强哦。我都扛着勉强。哎呀，也好久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不吹了，就不吹了。哎呀，你。这样就走了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明天我再留一点在那里，我再，那你明天我再过来，那你明天记得过来哦，是送啊，明天我送一个碟机，再送几十碟那个武打片给你看啊！哎呀，哎，我看我家都没有这种工具呢，谁放这个好在家？喂，就那么，哎，什么？过来。哎呀，对我们的去我家干嘛啊？没有啊，你老婆说你老婆出来。你老婆说你家那个碟机坏了。哎，我碟机坏，我不会修吗？还用得着你修吗？哎，老公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刚刚出差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不回来了，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了。哎呀，有什么？都没什么事啊。什么没有什么事？你要相信你老婆，哪有这种事啊？怎么没有？他刚刚去做工，然后我顺便带他进来看一下那个碟机，哎，顺便坏了，你又不在家啊？哎，孤男寡女的，你们两个在你屋里面的肯定有什么事。哎呀，没有。你怎么把我想的那么歪？哎呀，本来我谁知道你歪不歪啊？哎呀，我去的话，我敢放这个竹刀在这里面吗？这是怕人家怀疑呀、啊。修碟机？是啊，你们两个肯定是看碟机坏了，不是你进去看。哎呀，老婆，我都说了，叫你不要老是看那种动作片啊，是不是？我哪有看多了？等一下，焊碟打来都会劈坏的，你不会？在家我一个人看有什么用？哎，真的没有事啊，朱郎老。
不过也对哦，你要是你真的有什么话，你都不敢放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啊。是啊，他本来是弄到桂山的，我说大热天的，顺便帮我进去看一下那个碟机。哎，叔，不好意思啊，误会你了。你去到外面时间久了不回来，你的神经就得过敏了。哎呀，是男人的会误会，太麻烦了。没有没有，帮我修好那个碟机了。没修好，没修好，没修坏了你那个碟机。没事没事，过几天我买一台新的。是啊，这是那。哎呀，你们两个人。那么久没见了，你们这太贱了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以后要是我出差的话，我家里面有什么重活的话，尽量过来帮我老婆干一下。哎呀，没问题啊，这个来一点。哎呀，要好好，哎兄弟，有什么？来把这赚上钱了。哎呀，那我先走了。谢谢你啊，你们两公婆小别上新欢啊。哎呀，老婆，那个碟机坏了，买一台新的就行了。我怎么知道你回来要误会？走了，进屋，走了。哎呀，那两个跟大男人在里面肯定会误会的。要不是我跟二叔公从小玩到大的话，他这么老，我能跟他干什么事？我看上他。不过也是太老了，我还是你老公我年轻一点啊。够了，进屋了，进屋了。缅甸你了，现场直播。